2010年，中国京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瑰丽典雅的中国艺术旋风，征服美利坚的传奇，早在84年前就曾经发生过。旋风的风暴眼，恰恰都是同一种艺术门类——京剧，一种已经有200余年历史的古老剧种，有一个名字，串联起了跨越大半个世纪的传奇。1930年2月8日，纽约的一家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行标题：受50000万人欢迎的大艺术家梅兰芳来到纽约了。1930年2月16日，京剧在纽约第一次登上了美国的戏剧舞台，而当时的美国人仿佛是一夜间就接受了梅兰芳和他的表演。他在纽约一炮而红，大萧条的美国被梅兰芳迷住了。当时的美国对梅兰芳有这样的评论：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这对孪生子从未相遇过，但现在他们毕竟相遇了。这一情况体现在梅兰芳的身上。这梅兰芳是我们把中国京剧带到世界、带到西方的这个第一人，从北边西雅图演到南边的圣地亚哥，一直演到檀香山，从东边的纽约一直演到这个夏威夷哈，就几乎是踏遍了整个美国。根据记载，当时的这个京剧的他的戏票都有黑市哈，有的人这个20块钱的5块钱的这个戏票，当然好的要20块，最多炒到200块美金哈，那这个是很天价的，说明就是他的京剧艺术是得到了美国观众的非常大的欢迎，也是我们中国艺术的京剧艺术的这个魅力得到了西方观众的一个肯定。当年梅兰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和欢迎的剧目里，就有《霸王别姬》等剧目。这些剧目中，有的我们已经很难在现在的京剧舞台上欣赏到了。84年之后的美国观众，则通过最前沿的电影科技影音手段，不仅欣赏到了，而且是前所未有的震撼与新鲜。3D 全景声，为传统艺术插上了迷人的翅膀。再一次飞越了太平洋。实际上我们拍到一半就受到美国方面的关注，看了我们的片花以后，他们感觉我们品质很好，而且这个领域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经过慎重的考虑，也经过方方面面的热情的这个支持吧，美方在这很快的就向我们这个剧组发出了邀请，去那个杜比剧院，也就是每年的奥斯卡的颁奖的奥斯卡剧院进行海外的首映。中国驻洛杉矶的总领馆也把它定做了中美建交35周年的重大的文化项目。走在那个奥斯卡剧院的那个红毯上，事实上我的心情倒也算平静，因为我认为只要有文化底气，有文化含量，再加上有最最现代最鲜活的一些思维方式和把一切事情做专业做彻底，一些成功是有可能的。我希望通过这样一部影片能够把京剧这样的一个艺术舞台艺术通过影片来传播给更多的人看。我更期盼广大观众看完了这样的电影作品之后，会给他们留下一个难忘的、一个优美的民族戏曲艺术作品的一个好印象。让传统的经典艺术拥抱最先进的电影影像科技。包括你们两位啊，两位，因为一平视镜头里面就是仰视的。让东方意象通过 3D 全景声的最新技术载体大放异彩。来自中国的京剧电影《霸王别姬》的探索和努力，不仅在电影工业的最高殿堂美国好莱坞得到了肯定，
也吸引了来自电影艺术的发源地法国的热切关注目光。2015年12月28日是世界电影诞生120周年纪念日。120年前，卢美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了世界上第一场电影，而刚刚获得年度金卢美埃尔奖的《霸王别姬》，则应邀来到了电影的诞生地，在巴黎著名的巴纳贤电影院举行欧洲首映。谢谢大家对巴黎中国电影节的支持，对中国电影的支持。巴黎中国电影节，这也是法国来说，也是欧洲来说最，历史最长的一个中国影展。他们也选择了这个《霸王别姬》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片目进行展映。我们邀请了尚昌老师前往巴黎参加开幕式，与这个法国导演菲利普·米勒一起出席剪彩。当晚，巴纳贤电影院内座无虚席，人们赞叹不已，深深地被这部中法文对照的中国3D全景声京剧电影所震撼。奇谈是是不离奇，终于不是。在12月底的时候，世界电影诞辰这个120周年的时候，那一天作为一个特别的纪念，将《霸王别姬》安排进入这个巴黎的影院正式上映。因为是一个戏曲的内容，所以我们请到的是一个汉学家来帮我们做这个工作，那么质量非常高。作为一个巴黎中国影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放映，在年底的时候推出，所以也得到了观众的非常好的这个好评和响应。2016年5月，3D 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再度受邀来到美国。作为中国艺术电影展的重要影片，走进了美国东海岸最重要的国际都市纽约，掀起了当地中国文化传播的又一个热潮。这也是李安执导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首映影院。多媒体技术对情境氛围的再创作，加上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全景声技术，对声音方向性、运动感的优化与丰富，使得影片拓展出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摆脱了传统戏曲电影在表达时对舞台城市的依赖，受到了纽约当地观众的喜爱。With some of the scenes that were close up, especially when, during the final dance with the swords, and just the crispness and how it really pulls you in, it felt like you were actually part of the experience. That was really impressive. 他们选择要是用 3D 拍，而且不是说我单机位然后转成 3D， 而是他们用了卡梅隆佩斯那个双机位的那个拍《阿凡达》的那个机位，然后找来全中国只有2个 3D 团队来拍这么一个，然后真的我觉得是梦之队，中国梦之队拍出这个片子，所以我听说这个片子要在这里上映，我就超激动。最新的和一个这么古老的艺术形式碰撞在一起，成为了那样，就我真的觉得说我们真的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工作。古老的京剧以其充分发挥舞台艺术假定性，极其空灵流动的艺术表现方式，在世界戏剧史上留下了东方文化哲学的独特印记。而当东方古老艺术哲学与西方最新电影科技相遇，金风玉露一相逢，电影世界里就平添了一道迷人的风景，让人好奇，让人惊叹。这也许是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和力度
打入西方主流文化圈的动力源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动力。一部艺术作品能够成为一个艺术门类、一个艺术流派、一种艺术表现方式的经典，一定是因为其中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所以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才能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连收到海外境外的邀请放映，在不同的文化语境里、不同的历史时空中不断被解读、被感悟、被认同、被叹服。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2015年1月28日在美国洛杉矶获世界 3D 电影年度最高奖金卢米埃尔奖。2014年12月10日在北京获第三届中国 3D 电影年度最佳故事片奖。2016年6月19日在上海获上海国际电影节传媒大奖特别荣誉奖。2016年9月7日在香港获年度中国电影满意度调查华鼎奖中国最佳 3D 影片奖。据悉，该电影在2017年还收到了多方的正式邀请，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范例之一。这部电影走向国际的时候，同样赢得了国际的很大的反响，得到了 3D 电影的专门的这个电影的这个最高的一个奖。那么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仅仅是对我们这样一个作品，其实是对我们整个的中国的传统京剧艺术跟现代电影技术结合的这样一个成果、这样一个新的作品一种肯定。那么这种努力，我觉得对于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使中国传统艺术跟现代艺术相结合、为世界各国人民所了解所欢迎，其实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做出了非常好的努力。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这个我们中国文化的意义，也有国际文化意义的这么一件大事。国粹京剧它有它一脉相承的非常悠久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血脉，这个文化血脉呢形成了它不断的在传承，同时也不断在创新的这样的一种美学风格。 3D 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呢，用这样的一个最新成果、最新的结晶来面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为我们的历史留下一个宝贵的记忆，也为当代观众呈现出一种历史的风采，同时呢也把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价值、中国的文化魅力传达到世界各地。一个经典哲理的中国故事，一部创新风范的国粹电影，一项后工业时代的视听再造，一次走向世界的自信跋涉。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坚定文化自信，坚守艺术理想，把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是艺术工作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风云际会，天机组合，成就了首部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成就了它作为电影超越了一些大投入大制作的大片，真正走向了世界，并且还将继续走下去。啊